一罐料理哦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一个非常适合野餐的时候吃的玻璃罐凉面沙拉。我们要用意大利的米粉面，还有一些泰式的酱汁，还有清爽的蔬果，做出今天很好吃的野餐料理哦。让我们来看玻璃罐凉面沙拉怎么做。或者是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。